2020动心红包捐，台湾防盲基金会推动儿童视力储存计划，全国护眼卫教偏乡免费散瞳检查，帮帮下一代，立即搜寻防盲。2020动心红包捐，台湾防盲基金会推动儿童视力储存计划，全国护眼卫教偏乡免费散瞳检查，帮帮下一代，立即搜寻防盲。